有请朱老师。有请有请。好，那龙哥，我们先跟现场的粉丝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大家好。麦开一下。好。喂。来，你用我。喂。有了。大家好，我是朱一龙。好了，你们不要压抑了，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大声一点喊吧。妈呀，那龙哥这次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西溪园区吗？对，第一次过来。嗯，感觉怎么样？哇，这个好漂亮。好漂亮。嗯。跟什么要什么阿里？是要来上班吗？龙哥是大家的，好不好？好好好，那我们那个龙哥既然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刚刚也邀请你入职阿里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代表阿里的一些朋友们以及优酷的一些网友问你一些问题。好。嗯，那我们接下来进入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好不好？好。